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今天除了中秋节呢，也是我们自己的主场球赛哦，而且是跟中秋节有关的主题趴，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，因为我们女孩今天会带来一个非常特别的舞蹈，我们的嫦娥要下凡了，不是只有看一个，是直接看14个，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吧！啊，不止如此，今天的开球嘉宾也大有来头，是韩国来的 DJ Soda。OK， 那等一下呢，我就要带乐天女孩拍片去咯。那今天场外也非常热闹，今天场外呢有播柚子的游戏，有伐木的游戏，非常非常符合主题趴，所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球场玩咯。勇夺此频道，古人的强法，罚跪了，中秋节，大家中秋节快乐！给你们看一个东西，我们台上竟然有烤肉的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啦？怎么会准备好了？中秋节月圆人团圆，烤肉节必须。等一下我们要让整个西区舞台都是。烤肉的香气，可以在这边香到。三班这个有好者，就是同一支队打几轮，对，自己手备好。哇，这边到。这什么夸张的烤肉？这个太夸张了吧！我们今天 round down 上面有写1到3局团长负责烤肉，所以团长今天可以不用跳舞。你确定？确定的。健康打击。这是小当家，特级厨师是吧？这很扯哎，你知道这量有多少吗？看一下这量，而且好香哦。缺了米肠就可以大餐。应该要有一组才对啊。大家都来了。先到小旭，先到海坤。哎，不要只顾着吃啊，你们这些人顾着吃。来，现场加油，一员起来！戳动这边的女孩一定被想到饿肚子了，史上第一次在看台上烤肉，真的是第一次，看杰哥都下场来烤肉了，被吸引来的女孩，不要，我压力很大，你们不要紧张，我一直忙当第一个吃香肠的，他杰哥，我先当第一个，然后你是书生，年轻书生，你们有吃香肠了吗？我们有，我们共吃一个香肠。
一根就够了，这个热量很高哎。也对也对，我们女孩要控制体重啊。这是谁来了？嫦娥吗？今天不奔月了，你今天奔篮球场了，飘一个。哎。前三局是我们团长先 cosplay， 中场就是女孩了，各位期待。没错没错，壮壮，飞下来的感觉如何？从月球飞到桃园主场，可能就是最近吃太胖，所以没办法奔月了。吃太胖了，你看一下，是吃太多了，这个热量吃太多，可能奔不上月，奔不上月亮，那不如就留台湾吧。台湾桃园球场可以可以留下来。很好吃耶，我发现快乐草他们配备的香肠啊，嗯，就是我们桃园香肠快乐草配备的香肠，那为什么好吃？这个光景好特别，哈哈哈哈，为什么感觉像员外跟夫人？真的是第一次在看台上边应援边烤肉，太爽了吧！哇，史无前例，真的史无前例。我们先吃了。四十五号冯健怡。好，来，你来加油，来，大家来，蹦蹦蹦蹦蹦蹦，冯健怡，冯健怡，蹦蹦。请分享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牛肉牛肉。希望每天都是中秋节。对，这是第一次在应援的时候还可以吃东西耶。好像是哎。是。给我们吃一些美观的东西。香肠不太美观。香肠有点害羞。试一下吃就好了。去楼下的时候。OK OK 可以可以可以。第一次上班还可以边吃东西吧。你看这个什么？流这么多汗。Abby 上班多认真，真的真的。拜托大家赶快点赞，可以可以。让我挣一万了，谢谢啊。可以可以。我刚才过了。你在古代一定是最帅的武高。很应景哎，我今年还没烤肉。我相信我们女孩们应该很多人都还没烤肉。刚好我们来到球场，哎，一起烤肉，哎，这种很应景。对，这种感觉是第一次哎。我们视频的。香肠一只，可以获得香肠一只。阿英香肠先一只，等一下赛后拿给他。安打香肠一只，二雷安打牡蛎一颗，大颗的那种，大颗的。然后三雷嘞，生死级干杯，生死级干杯，哇！然后全雷打，全雷打和牛，日本 A5 和牛，哇，好感人哦！我们女孩都还没烤肉哎，都在上班了，满足了对吧？等一下四五六局留下来烤，可以可以。他还要跳五局中场啊？怎么样啊？我还要扮嫦娥，想烤啊，想烤就烤，你扮完嫦娥再来烤。对对对，哈哈，都是中场来先烤吗？不要收起来哦。打着一拳。来来来，三局继续加油哦！虽然对方领先了两分，但没有关系，还两分可以的。这些超越 ，Always 都是你的完全都毁了。这些超越 ，Always 都是你的节奏，我不要。谢谢他们的第一
乐视的呢？先叫谁？前三局结束了，再来就是女孩们要换装了，嫦娥要出现了。各位仙女们，哇，仙女们要出发了，要出了，有兔子耶，太美了吧！这是什么贵妃出浴吗？哇，这好像来自天庭的宫女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上仙？发霉的那个仙，这位仙女是刚刚工作完是吗？天哪，这女的太大了！哇，这美！好多仙女啊！刚刚老板又挤出了一个安达，而且是非常长远的外野安达，所以现在8-0，我有八分要追，加油啊！等一下这场打击轮到第五，帮我拔剑，习惯你。我也转过去，遇到了，我的天哪，还蛮惊喜的。
节目。